下去捞了。你上次下去过？那我已经下去过，今天换你。啊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最怕我没带衣服，不能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有，我有。姐只有一个，以后不要再叫李易杰，叫一声以萱姐来。以萱姐，我肚子饿了。我跟你讲，跟着我就有好康。真的吗？这里我熟门熟路，而且我在这边有认识一个职人，他今天都会帮我们准备一些平常要付很多钱才吃得到的好料。拉很高，我很期待。哎，一定要很高，好不好？跟你身高一样高。但是没有很高哎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很随便呢，局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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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熟啦，熟啦，小黑哥你好，我是他妹妹，对，哎，不可能吧，我长这么美，你还给我饿？我们上次呢，我记得我来你这边有吃到很好吃的九孔啊鲍鱼，今天我带着我学妹来，你不能让我漏气吧？不会，但是要吃美味哦，就要自己动手。哎，等等，我上次已经下去捞了，你上次下去过？那我已经下去过，今天换你。啊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最怕我没带衣服，不能行，没关系，我有。海盗船长的钩子，哎，很轻哎，其实你要勾勾看。好，我要勾勾看。我有拉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还会有这种？它掉下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勾哪里啊？哎，真的很卡单。等一下，给我一点机会嘛。要不要考虑下水比较方便？哎，你不要害我们晚餐都没有了。为什么都没有？个积木啊，这什么东西？那你把它插到底之后。然后去勾它，你爱勾越篮子啊？太差了，你下面又勾勾到。我指挥了。耶！九孔，九孔，哇！九孔长得很像鲍鱼哎。其实它是鲍鱼的一种，啊，九孔是我们的俗称呐。对，跑出来，这里有没有？跑出来，这个，这个，很可爱。大家看，这是它的眼睛，太酷了，很可爱哈。对，它真的黏黏的，它会一直黏住。我今天带学妹来，啊，只有一道。我们还有另外一样，大家比较也蛮喜欢的。哦，嘿，验孕武器，但是也要你们自己去捞。你说就在墙壁上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要让我们夹菜，他自己找啊。你知道，你跟着别人都在挖挖大便啊。我跟你讲，挖大便，嘿，你跟我挖黄金是不是？挖别的，挖挖什么？小黑哥帮我们准备的夹菜就是海胆啊，我超爱吃海胆呢。但是要自己挖啊，自己从我没有挖过海胆，因为它就在那个墙边，它会吸附在墙上。有吗？你看这里这个墙里面有一颗凸出来红红的，有没有？抓我这个马尾，好，好。哎，这画面很奇怪哎！你给我挖挖海胆给我吃！哎，有哎，一波就下来了。各位观众，哦，哎，真的是海胆哎！我看到了，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马粪海胆，它就在墙壁上。我沿着墙壁吗？哎，这边好像有一个。哦，哎，这个是吗？这是白色的哎。可是我的是白色的哎，对，它有时候就是会红色，有时候是，所以是同品种吗？哦，是刺的马粪，马粪，大家比较知道。另外一种是紫海胆，那种的海胆的那种香味比较香甜。哦，那马粪呢？马粪它味道其实比较偏海味而已。哦，马粪它这个名字取得好，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吃马粪海胆。哦，很常听到马粪海胆，但我们当地人喜欢吃紫海胆。哦，就是比较厉害的。那你竟然没有给我们当地人爱吃？怎么会？因为现在不是它丢席的季节。哦，而且
现在这个马粪比较丢弃，也没有，它海胆丢弃的季节在春末夏初。那我们放回去了，让我们春末夏初再来啦。对，那时候就会比较大颗一点。这还不够大颗啊？算小颗，就是要养养到刚好那时候。这都比你胸部还大。哎，真瘦猴子在哪里？好像真的也有一点呢。像现在鲍鱼九孔就是丢弃的时候。啊，现在是九孔。那我们多吃一点九孔。那我们刚开盒，赶快先抓回去烤哦。